卸两罐撒拉油啊，说有鱼。快点！我在车上还在准备东西呢。多不多啊？应该有。哎，哎呦，哎，都跑到哪去了？哎，就一条啊！你跟我说有鱼。哦，不是啊，刚才很多啊。哦，那个、可能我来的比较晚。把这个提起来，你现在都不会，把这个提起来。啊，来再撒一碗看看啊！撒撒，快点撒！哎呦，我估计会凉凉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碗没张开呀、啊。你刚才扔那个地方，还扔那个地方？不行不行，我们抛了，这是抛个球啊！哎，收起来，我来刷两下啊。哎，都炸了是不是？你的我有都是漏货呀！啊，刚才很多，都碗是不是坏了呀？断了一个。刚才在让那再带两张过来。有鱼。我这萝卜跟那个萝卜怎么又不一样啊？这个头是不是尖尖的？啊？这头是圆的呀，等会带回家湿漉研究一下啊，给他洗个热水澡。不是不是洗个热水澡，给他结个坡。有，哎呀，哎，个头不大，我估计可能就是那个碗坏了。啊。哎，真的不一样啊，真的不一样啊。你看，你看这头，你看，平常的那个罗非头是尖尖的，这个头是圆圆的，啊，咱能不一样？再复习一下啊，来，现场直播。你们长，拉下试一下。哎，有啊，炸了，哎，个头不是都不炸，咱们要做大。哎，今天晚上那个那只鲈鱼又有口福了，嗯，有鱼丝了，还行，嗯，这回没白来一趟。小黑，全是罗非吧？有没有别的鱼啊？啊？啊，慢一点，你干嘛？全是萝卜，哦，拿网也拿那边洗一下，一条那么脏，全部都是，没有别的，都是萝卜。最后一网换个地方去抓大的啊，这个太小了，小萝卜。我们家小黑看不上。为什么阿明那边都是大的，哦，咱们这边都是小的呢？人品问题。西王，不要看那西王。西王吗？上了西王，走，换地方。看有没有大的，搞两条啊。回来了啊，又抓了一点点回来，为了喂这只小家伙啊，饿极了。哇哈，一口一只，来了，哇，喷死我了，这么凶，来吃啊，鸭子你也吃，吃，那小嘴，都给你啊。哼哼，嗯，都给你啊，哈哈哈哈，饿晕了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我们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个关注啊。